要找那富二代，谁的钱多我嫁谁。啊，奴家不素贞。啊，就是那白蛇啊，白蛇。不素贞，只因一千年前被那法海压在那雷峰塔下。就压那塔，那塔。我还是用正常说话。压那塔下吧，压了一千年，可惜呢，我那老公许仙呢，他活不了一千年呢，对不对？那我出来了，我变寡妇了，我得再找一个。我可不能再找许仙那样，又没钱又没势，弄得我被压一千年。要再找那样的，我不还得再压一千年呢？我这回非得找个有钱的，没钱的我。我那妹妹去哪儿了呢？小青，小青啊！小青出来了，来喽！姐姐，叫我干什么？心烫的。你这头发被垫着了吧？就前两天那个冰雨给弄的。行，不管这个。你知道我们干嘛来了吗？这不是姐姐想看的，要找有钱人吗？那是啊，这什么地方你就把我推到这儿来？这个是2014年的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春节晚会。哦，这儿坐着可都是有钱的。你说什么？都是有钱的，枫叶银行那头好像就都来了。哪儿呢？银行？我银行的。银行？对，得弄。你确定是银行？我确定。我去。这，慢！你不是说银行在下面？您可听好了，枫叶银行那头啊，女的。咱不行，有钱是有钱，女的。我也是女的啊，对，我也是女的。哎，忘了这茬了。你瞧瞧，那要不这么着？你说，咱们得找个有钱的。别着急呀，你瞧那儿来一个，你回头瞧。城中明，我都爱，爱完一个又一个，小生富二代。姐姐听见没有？这就来一个。我听明白了，他说富二代。富二代，就我要找那个。穿装打扮像倒是哈，看着倒是有土豪金的样，珠光宝气的。但是现在你光看穿装打扮也不行，净是骗子，穿的都挺讲究，实际没钱。等会儿我去看看。你别去，姐姐，您这身份，您还主持人呢是不是？我给你问去啊，妹妹，我去问去。去问吧，叫什么？你等着。我说这位公子啊，哎，姑娘有礼了，有礼了。那请问您贵姓啊？你睇我呢一身打扮，就知我系风流倜傥、堂伯虎。个同学，小姓许，但只一个姓。还是许仙的这个，这个啊。他怎么还叫许仙呢？但是这不是跟我那死鬼老公一个名吗？但是这个许仙，这个许仙他有钱呢、啊，这个你看，呀，这嬉皮笑脸的劲儿，你得问明白。哎，他们家有钱吗？哎，我跟你说，没钱，咱马上走。看这样有钱，刚才还有伺候给他送话筒的呢，这个。赶紧问。哎，我说，公子啊，这么着吧，您也别说别的都废话，有钱吗你？点解突然间多咗钱？少得大把，多到几世都使唔晒啊！真的，姐姐，有钱大把的。有钱的人，您住哪儿啊？喺你嗰个山头啊！我住喺山头对开嗰个富豪山庄。姐姐，富豪山庄没用，那没用。富豪山庄现在住的都是全贷款的。对呀、啊，都是贷款买的房子呀，那
那没，你得问他们家里做什么买卖。对，房子都贷款买的。嗯，那个家里做什么买卖呀？哦，我家族生意，哎，是做皮包的。做皮包的？是呀，姐姐，做皮包的。皮包好啊，是啊，你瞧底下这帮男的，嗯，钱都让老婆买皮包了呀。是啊，我跟你说，咱们女人呢，一个是皮包，一个是皮鞋，没错，有多少都不算多呀。赶紧去问问家里做什么皮包。哎哎，那超市环保袋不算啊，去，那算皮包，那不直头的吗？姑奶奶，哎，您家做什么皮包的呀？听不懂。听不懂，讲广东话我也不会啊。啊，你咪讲懂咯？就做什么皮包的？哦，哎，我哋家族做嘅皮包啊，冇嗰啲花岗字母，嗯，又冇嗰啲鸡毛，亦都冇马车，最紧要系上等嘅蛇皮皮包啊！走吧，走吧。什么玩意儿？人家家做的皮包啊，蛇皮包。就咱姐儿俩，就这堆这块，全人家的，这不行，这个。妹妹，哎，告诉您说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不就蛇皮吗？皮没了还没关系的。你想，嗯，咱们蛇都蜕皮啊，也都老蜕，老蜕，那蜕了也是废物利用啊。就给他们家做包，就给他们，哎，嗯，原材料都省了。这帮男的以后就在买咱们退下来的皮那包啊，那光挣钱了，退皮给他，行，可以，可以，这可以了，只要钱多。我再问问，再去问问，我再问家里干什么的。行嘞，行嘞，你放心吧。姑娘，你好，除了这个皮包啊，我们姐姐呢倒说了哈，给你就给你了。哎，除了皮包以外，你们家还有别的买卖吗？别的生意呀？我哋咧家族仲做化马烧亭壳，即系药材。我也听不懂。化马烧亭壳，我怎么像念经似的？厂，药厂啊！是。哎呦喂！我跟你说，姐姐啊，俗话说的却好，是，劫道的都不如卖药的呀。有卖药的有钱呢，他做药的。但你得问清楚，他们家是做什么药的？你们家做什么药？中西食药，东南西北，春夏秋冬的药我哋都买。什么药都有。最出名的，最出名的，就专治酒醉、食滞、四时感冒、周居魂落、屙呕肚痛，而专治咳嗽同止咳最佳嘅是胆酸贝液。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呢？没听说吗？干嘛呀？人家做的药啊，蛇胆川贝液。蛇胆川贝液呀，姐姐，挣钱不能不要命啊，知道吗？这是蛇胆，胆在这儿呢。对，蛇胆。走吧，这是他们家，别看了，要你命啊！这个不是啊，你得这么想。怎么想？你看现在这帮人啊，吃吃喝喝，成天油的不得了，是那胆早摘了，摘了都没事儿，摘了都没事，这胆给他就给他，只要那个药能挣钱就行，胆都不要了啊，没问题没问题。我跟你说，他家做药厂的是吧？药厂呢？他这个做皮包的是吧？对，肯定有钱是吧？看这意思肯定有钱。你得问清楚，嗯，结婚了没？这是最关键。对 对，人家结婚了，你还忙活什么呢？没错，是不是？结婚了，去。姑娘，你看，有钱倒是有钱。嗯。瞧我们家姐姐没有？这么漂亮。哎呦，可是有一个问题啊。嗨。你结婚了没有？当然结咗啦。仲要都结咗好几年添啦。结婚了。系啊，都不单止结咗婚啦。啊。二奶前年娶咗，三奶都啱啱上个月娶咗。您这还在数数着呢。系啊。算了吧，算了吧，姐姐，人家呀不但结婚了，二奶三都有了。这也有了。都有了，走吧。啊。
我去，去这都做呀？只要有钱，老娘豁出去了。去，哎呦我的天！我都不好意思说出口。谁别说了？小四儿的腰吧。可说好了，我说这位。都好喎、啊。哎呀呵。近排你哋三个成日捉我麻雀，我又要挂住忙住啲事业，成日三缺一。这还琢磨什么劲儿啊？都好啦，就嚟个四奶啦。四奶可是四奶，就我们这长相，您先别闹，稳重点行吗，姐姐？行。这么漂亮的姐姐，你说，得有点条件吧？都小份儿了。你要跟她，你看看得。脆脆地啊，$2,000,000，四部房车，两等洋楼，又点睇呢？这就对了。姐姐，人家可说了，$100,000，四辆跑车，两套大单位的房子，不是$100,000，是$2,000,000啊！这个广东话一和二我分不清，二百万，我实在分不清这个。哎，您不用说了，去。哎，娘子。哎呦喂，我这姐姐哪家？哎，你瞧瞧，我走了。莲子，相公，我们走吧。我们走吧。哎呦，这就走了。相公，怎么样？我再问个问题呀、啊。来吧。他们家还有什么买卖吗？这个真的听不懂。我哋屋企做咩生意？哦，我哋最大嘅生意开酒楼啊。酒楼。酒楼好啊，出煮啲咩啊？煮啲乜嘢啊？鲍鱼、鱼翅、冬菇、海味、发菜，乜都有。最叻嘅就系太史五蛇羹。你等等，怎么着，姐姐？恭喜你发财了。他要煮蛇羹，那不就是汤了我、煮了我、炖了我、吃了我吗？那我要有钱有个屁用啊！他真有钱呐！你不想好了吧？$2,000,000，四部跑车，两个房子，对不对？想好了吗？那我没命了呀！你可真不想去了，你可真不想去了，你可想好了，姐姐，这个，哎，徐公子，哎，你看我要去行不行？不是，我要去。你，啊，别那个，这个也得还得谈谈哈、啊。给我姐姐可是$200,000，四部车。是啊。我这个身量，他这重口味你也要？你瞧我这头。他佛性啊！啊，我等着好耐啦，娘子。走。先别转，给我多少钱？说哈。转转下头，梗系唔得嘅，你真系冇气嘅。你咁嘅货色，起码$4,000,000，六部房车，六等洋楼啦，走啦，你人走咯。这有病吧？这货色比我贵。不是，啊，辉哥，我揾你噶啦，过嚟啊，拖罗。